恭敬点还是直接写道恭，坤道恭。好，同志好，点分数好。国家，时间哦，安尼一分一分来过作品嘛吼。啊，不过呢，啊，我们就是尽一份的心啊，尽一份的心啊，啊。啊，拄仔讲到这个啊，一贯道的书，啊，一贯道的书就是讲不完的，啊，你个人去体悟，你个人去啊做见证，开放看到，你自然有这一份的经验的，啊，所以你若愈开放的，愈愈浅的，啊，还是你的份量，安尼鼓励到亲，谢谢，啊，你会感觉着讲上天安尼慈悲哈的所在，啊，所以最后呢，啊。啊，咱家拢有一间佛殿，大细间拢无要紧。早是讲好食，爱当带咱的全家带动在身上。啊，大道场呢，盖多嘛，咱的那个大道场参与班会，啊，咱家开的家庭班会、读经班会，啊，家庭读经就足好的，啊，所以啊，一贯的书写，就是一定能照千年看，一直超观无余。咱六百年来生死轮回，所以都是一夫一妇嘛。虽然一夫一妇适合还谈到生来死去正当前，啊、哦，当前对不对？有明示一点，啊、哦，明示一点，啊，过来，啊、哦，也讲哦，在家出家，啊、哦，修己安人，啊、哦，刚一条，刚一条路。咱今天叫做在家出家，啊、哦，咱无笑话出家，啊、哦。啊，在家出家，精神出家，啊，啊，所以家庭的家，家庭的家就一间厝嘛，啊，内底盖起来吼，迄个地里头存的嘛吼，有滴讲，吼，迄个的毕业意思嘛，吼，哎，啊，所以咱这个家内底吼，啊，面顶大人内底拢欢喜，吼，还就是延伸安尼下去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身体安宁。一家 一个人修道、啊、一家就安；一个人不修道，一家就乱糟糟。啊，这是实的。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能够纲领哦条目，咱的大学到中里用纲领哦条目啊，来改恶向善啊啊，良知良能啊，启发引悟。什么叫改恶向善？本来无的，这种是无好的，脾气毛病、贪嗔痴，吼、哦，会互我伫山东开放的时，拄到一个，吼、哦，拄到一个，伊讲本来要对鼓楼跳自杀，是啥物理由？因为伊逐工啉烧酒，啊，若啉茫，踮咧到厝吼，不管看人老母过六个月，看人囝、因太太，拢总是开就出嘴。拢无好话啦，拢三字经安尼。伊囝哦，哦，身体怎好？安尼高中毕业，安尼闲啊，甲爸咪讲出来要甲你耍啥？因老母吼，讲唔通，因老爸无功劳嘛，苦劳啦，哦，啊，今仔日伊为了咱的家庭，饮酒饮了烂了，伊是开一个物流公司哦，不雅经的分公司哦。阿廖，伊听讲好，明仔载开讲。伊哎呀，今仔日困懒嘛，明仔载这个火车飞不下去，都叫人要安尼改嘛思想。因老母嘛讲，千万袂使。尾啊，因爸爸来求道了，啊，甲伊讲着这个纲常伦理，讲着啊，三公五常拢能办得了。得咪，该温该煮，哦，该温该煮，啊。带因囝来求道，啊，带因老母、因太太求道。即摆求道了呢，三宝讲完了，因囝坐这边，因老爸坐这边。伊讲以后哥俩好，弟兄弟。好，啊无伊吼，因为上梁不正，下梁不歪，因就着袂讲袂晓分呢。哦，啊从小被侮辱到长大，那囡仔就开始安尼回应呢。啊！你听咧，侮辱啊！啊！咱人吼，一年一年大汉，啊，拢会改拜，拢积德行啦，哦！啊，所以遐叫做啥？遐叫做
拜的时候才会要改恶向善啊，解除迷惑啊啊，那就解迷惑。那迷来这个就是迷嘛，它的贪嗔痴爱喜怒哀乐九色财气，那爱情从心的一百八十套，那种心跑一面跑在造啊，啊，所以呢啊，那你当安顿全心啊，三则颇多啊，修完乃书规定以后。但可能三条恐怖，最后呢，就是要归根认本。所以这孔老师恩明，你就带领你民国六十六年，你带一帮这个道场内底啊，献心说法。伊讲论先天，论性殊，咱的责任呢，就是爱度尽哈，度尽三途众生，归根认本，啊，回归理天的。啊，所以咱的责任哦，啊，啊，咱论身、论后天、论因素，咱的责任呢是促进世界大同，早日实现。这是应该讲的。这两条责任，这应该咱们听到足足就会啊，啊，所以这爱记的啊，咱的书里边这个物质啊，然后呢，最后啊，回归面啊，回归面，咱们去。路遥啊，去荷兰洛阳，你喺路边，啊，你就看到一个叫做千万皇帝为公行主，迄个像啊，伫高速公路边啊，哎，啊，人家搁一个三山坡，搁一个大宝石哦，去看恁个三个鞋啊，装伫遐个外头，不是啦，是神殿啦，哦，哎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在天有迄、那个啊三山坡，啊，地面有这形象。啊、所以呢，叫做三根普臂，三根普臂啊，四龙峰上金簪啊，树啊，所以咱呢啊，三根上中下啊，拢是一样将使得咱能够使用红袖哦，啊，让沾到这佛光普照。那三乘七柱啊，了业了罪啊，佛神佛图啊光。生活光谱、哦啊、三层啊，诶，那就是爱啊，三性的啊，那爱用智性啊，精神啊，啊，那八大性啊，啊，啊，一旦安尼啊，七种艺术的功，你拿三分的信心，上天会助你七分，三分信心啊，助你七分，安尼，你有感觉到安尼无？嗯，那其他修行都难，上天讲呢？三就这个，咱诚心三，甲你加七分去吼，咱无法度圆满，咱真正凡夫凡人啦，吼、哦。你来讲啥？你拢做过妈妈嘛对无？啊那对无闲的时候，拢带囡仔来吃，不是甲你叫妈妈，你讲恁来讲安那？恁来讲一句，怕死啊，卖叫啊！好，你讲啊，咱平生都讲叫来卖叫。啊，叫妈妈袂使，所以这都是人，哦，是前辈的，啊，所以咱来三层七柱，啊，了愿了罪，咱想到就变了愿了罪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过来选主将官，来做家务工，咱的地位去做家务工，百万每天都在开始，啊，过来呢就是一柱行德，啊，这个功德更重。一指求道九贤之子沾光，一指求道九贤之子进超生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啊，你看咱老前辈，哦，伊来建人的时，伊老母来建人的时，本来，哦，啊，都是无成，最后，啊，老前辈，哦，安尼，啊，老师真的过来建人时，比较慧觉菩萨，咱有听过无？慧觉菩萨。会做不简单的、哦啊、所以啊，过来呢，成仙做佛啊，神主超生，共沾千古啊，这是多光明，地位之高，请加深提升。那过来呢啊，这里圆满家庭，礼应大佛，礼用艺术，能给人修的就是内圆外圆，室内室外都陶冶。那这些老文化，给他们带动家庭修的。所以要发动齐家修道，齐家修办，啊、哦，齐家了愿，啊、哦，所以贵班，咱哪首先爱想，哦，让我们这三个班主，
啊，有青少年、国中、高中，啊，咱有学生来辅导呢，啊，啊，咱里面可以这个啊，这个办事人员，就是太公平了，这边都有那同步运作，啊，过来哈，可以讲啊，民进党，但是这个最后就是要论和天，论因素，要促进世界大同彰显。啊，世界大同以前来移风易俗，对咱家己啊，这个药品啊，爱经过啊，三步四时了，爱方便去便利，回归一，安得大同、小同、中同、大同，世界宇宙人类就是变成一个大同世界，这是上天的这个指令，一定爱达成的，啊，是咱的思维，咱的这个啊，好。那过来，何谓三皇五帝？我也讲过，就是天主、上帝、天天和啦。咱拢看过咱以前的这个托尼公啊，我蛮看过，阮是念完书，伊伫个明末清初的时阵，啊，伊就经历是阿廖去打迄个吴国啊，甲张邦将军，迄个张邦将军啊，甲害死啊。啊！你要来隔人的死哦！伊讲，我宁愿死在道场，我宁愿死在沙场，不宁愿死在你手下。我做活人，阿妹啊，往前人称起这个老师，啊，巧办，后料嘛是那磕头，拜托他。啊，虽然白羊明明很虚弱，啊，那把你来观天界上，我们一笔呢，要把它勾销掉，要把它修掉。所以还可以为精修训练，哈、哦，所以啊，这个火气人先足舒适。那过来民族多了，咱都要讲过，啊，要做人不简单，我为了丢多了，知影不好，还可以改，啊，也不会丢，也真正拢有，啊，过来，啊，会当啊，超过这个功力，哦，这超难，这做不简单，超难。我做个强化人家做吗？来，刚刚有，其他强化哦，你爱做怕的，哦，爱真正真忏悔，啊，所以做干部呢，二六十中拢会使避免到失误，安尼，较我都远离那个考验，那我要出来啊，啊，嗯，这个道歉哈。有一个道亲，嘛相当有钱啊！这个不以救济吼，安尼海带，啊无出来。啊，最近我呢吼，在唔知泡茶做啥，叫煮滚水烫个口咧吼，安尼袂见。哦，啊有人再去放生，哎，啊较早嘛发了一单呢，啊所以啊小我停分一个名。压岁大家经过去才有嘞，第一趟一个安尼算经过了嘛，要无吞几身苦嘞，哦，啊，我来讲，咱咧受到多参详，这个人世间吼，这个每个个世界吼，都参详也要看来变晒嘞，咱一个祖先哪体啊，哦，啊那无修的时候，也要看随身身，压岁大。所以我要改个性，好，去抓住讲，你也要较认真嘞，好，那无真正哦，啊，也要比较清醒，随时都可以练，好，所以三种步骤太熟悉，好，啊，咱那个道人爱真正，爱非常努力，既然地球国家嘛无偌大，啊，一杯呢吼40000公里呢，是一个40000公里嘛。啊，一杯呢，到阿根廷会跌落去，安尼都36点才能飞到位啊！哦，啊，飞到巴西嘛36，啊，巴拉圭嘛36，哦，啊，到美国即摆14点钟，伊要直飞经过阿拉斯加，哦，较早咧经过啊洛杉矶，啊，经过对转咧即摆拢变了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即个地球讲个嘛无足大，啊，不过呢，你要甲泡完嘛无简单，哦，哎呦，我都伊。人去内底第一名的风道处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要去开拓道路嘛，吼、哦，啊去拜访嘛，所以这拢是
这拢是方德主哈，来方德主，安尼啊，互我泡过这个道湖安尼，啊，甲中卫吼，安尼去到南非啦，去到大西啊，去啥物？去到迄个南非啊，再去到澳洲，吼、哦，澳洲旁边的，吼、哦，这是南非目前经营的国家，有38国家吼、哦，啊，真正有六十人伫啊在住嘞吼，啊。拢总跑到20几个人，哦，出咧店面啊，人等，吼，啊，从印度嘛去，我印度即摆即个新闻会足厉害，你知影？你若去到印度，你看伊的生活哦，真正实在是咱住咧天堂咧。咱咧讲一个资料以后，恁倒有天堂？因咧哦，因的水哦，学校的水哦，互我从四个学生去哦，咧六个、七个学生去哦，安尼加了了。六七个上吐下泻，哦，懂懂。因下到饮水机哦，哦，啊，好个在，原来你们个有咧做事，伫顺丰巴克招聘新人来滴，做先进的。你住咧下到好舒服，你也讲好买啊，无你也该住。伊个上吐下泻，哦，哎，医生来看病哦，看病闽南仔讲要过来，看一届来多少钱？7000块咧。哦，三包药啊，7000块。哦哦哦，我安尼哦，明仔载你免来，我食更肥了。所以豆腐，啊、哦，实在是我们这一辈子很荣幸。只要你的愿力在哪里，鲜活就当初到哪里。这是是的哦。所以呢，哈、哦、啊，好啊，那是免的，那是真的。只要你有一点的因缘，一点的机会，你要把握机会，就花着啊、哦，搭着飞机。化成啊、哦，这个啊，坐骑到那边去开发，绝对会让你啊，把、哦、你看出你的希望跟你的发心的结果，啊、哦，这是一些啊，对，那、啊、这就是